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想，人生70才开始，我怎么可以50岁就走了呢？结果当白藜芦醇配全来到台湾的时候，我非常用心，一天呢吃个5包、6包、7包、8包，结果呢没有想到3个月以后完全改变了。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它？哎，Hello，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到我们家，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这是我太太啊，Karen，来来来来来来，早餐之后呢，我一定会吃 AM，AM 增加我早上的能量，然后4颗的 Finity 帮助我延长寿命，Full Power，白藜芦醇呢是我一天最少要吃5包到6包，Working Heart。我每一天多活的这些命，都是杰斯给我的，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且我很幸运的，我还找到了我的第二春，跟我的老婆结婚，我还生了一个2岁半的孩子。当做了杰斯之后，我整个改变了，我是全力以赴做杰斯这个生意。所以现在是我以前生活从来不敢想象的，一个叫经济的自财务的独立。那么财务独立、经济独立，而且可以给我家人跟孩子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收藏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我还能够透过这个生意帮助更多想要改变自己的所有杰斯的朋友。这个是我的收藏，我很喜欢一些比较特殊的表，这个戒指也是非常特殊。所以我也很喜欢文艺的东西，很喜欢艺术的东西，所以我收藏一些笔呀，还有特殊的艺术品。我跑非常多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全球总共已经超过了95000多人，而且已经伸出去了54个国家。所以我是一步一脚印，帮助伙伴用最简单的方法。我爱大家，也希望协助大家快速的能够成功，我们可以一起在杰斯发光发亮，携手并进。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and welcome from Taiwan, Double Diamond Director Jason Tiang.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Jonas family. I love you. 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Japanese, 안녕하십니까 Korea. 新早 Vietnam, 루아비아사 Indonesia. I love you. Jonas, before I am bankrupt workman and very sick. Doctor tell me just 6 months life. Because Jonas, I change full my life. I have new family. I have new wife.I have new children. So, Jonas, in my whole life, thank you. Wendy, Randy, Scott, Isabel, I love Kangwa, every country GM. Thank you so much. 亲爱的全球海外的华人，大家下午好！站在此地，非常的感动。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在座每一位参与杰斯五周年盛会的每一位在座的来宾和家人，谢谢你们。杰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意，在之前很多的朋友提起杰斯都是不以为然，都认为这是一个直销，这是一个传销，不要告诉我做这个生意，因为它是很 low end 的。可是我听到了这个讯息，我只有一个想法，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自己，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我愿意，所以我会全力以赴冲刺在杰斯这个生意。在2009年9月9号，我接触了这个生意。您知道，在没有公司、没有产品、没有产品使用者的见证，也没有人赚到钱的情况之下，我做这个生意，有多少人告诉我 You must go to mental hospital？ 可是我觉得这个生意是我要的，我想要改变，我能不能够创造我自己的决定。所以我的眼睛只看前面，我的眼睛盖上了眼罩，就像赛马一样只往前看，任何负面的声音阻止我往这个市场冲进的所有的障碍都是我的敌人。所以我要一路的往前，不管任何的困难。在座的伙伴，没有公司，没有产品，没有任何的见证，我们一步一脚印。我当初骑着摩托车高雄屏东两地跑，风雨无阻，哪怕只有一个人，我都当作有100个人这样子的努力告诉每一个伙伴。我悟出了一个心得，因为我觉得在杰斯我们永远要重复做简单的事情，对还是不对？既然对，我只有两件工作每天去做。第一个叫做 opportunity， 就是告诉任何不知道，透过我让他了解了杰斯，相信了杰斯的价值，他愿意跟着我一起工作，这个都叫做 opportunity OPP。 1:1, 1:2, 1:3, 1:10, 1:100，在家庭的聚会，人家的 promo 的活动，我通通在谈我的 business。 加入了我的朋友，加入了我的伙伴，责任开始加重。我要如何帮助我的朋友能够在杰斯简单的复制重复的工作，轻轻松松快乐的做？第二个就叫做 NDO New Distributor Training Every Leader， 这个就是我要告诉所有的伙伴，我是怎么开始的，杰斯的价值在哪里，你会面对所有的人如何跨出成功的第一步。所以在杰斯我每天做的事情只有 opportunity， 告诉所有的伙伴杰斯的文化，我告诉所有的伙伴我们如何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型的，只占了3%，非常的少，像爱迪生发明电灯、发明电话的贝尔、微软的比尔盖茨、淘宝网的马云，还有就是杰斯的蒋奇瑞，因为他不怕死。如果在这个活动当中我没有坚持到底，我中途放弃，今天我不成功变成人，
但是我一直的努力，一直的往前，所以我愿意做开创者第一个人。第二种人比较多，在全世界占17%，叫做后知后觉型的，他要眼见为实，有人用得好变年轻变漂亮，有人健康恢复，有检验报告，我跟你做，这种的人特别的多。可是在我们身边最多的人是80%不知不觉麻木不仁的人，他就算眼睛看到变年轻了，照片使用前使用后，他会告诉你照片可以作假，医生的检验报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全部恢复了，他会告诉你那医院都要倒闭了，要医生干嘛。有人赚到钱，有人成功，他会说你们永远都是那样说，好了我很忙我没有时间陪你。我们之间在座的每一个伙伴都想要成功，可是在座前面的钻石 Double Diamond 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不费浪费时间在80%的人身上。我们一定要找到3%跟17%的人，我们好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你要找到张良萧何韩信，你就可以成就你的霸业。你做不到汉高祖，你起码学学刘备，因为他找到了诸葛孔明张飞关羽赵子龙。所以杰斯的生意是找寻人才的生意。另外一件事情跟各位特别分享，大量列名单，大量邀约，你要是大量邀约，新人死得快，千万不要贸然的听了杰斯说不清楚，马上把你的名单一个一个邀约，你会亲者痛仇者快。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上面的领导有能力的伙伴帮助你完成 recruit 的工作，接下来才能够让他们重复的去做成功的。我们杰斯文化是爱的文化，感恩的文化，所以我知道 Jeunesse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eunesse I can do itYou can do it, we can do it. 谢谢大家。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back to our stage, Wendy.